Fuck. Oh, super.就不下来，就是。没说下来吧？那个我没留好，没留好。六鬼出了一点点问题，还是谈道具。我这期间啊，我只有一个六只六阶，而还能排到七阶的吗？没事没事。你干什么？那就不错了。口气太大了，行，慢慢。
我操，37四人也能加我，搞笑了。三级。哥，来了。不是，问题是三级，七四，你来吗？上网打王者排位，没事，我上个车队。跟我说话吗？
在哪直播呢？妈的，你没发给我，垃圾。小孩，但是我很快。
没人呢，没人打排位了。主播关声音了，为什么有回声啊？模型模型，哦，终于没回声了，妈的！不是啊，你还有回声呢、啊，傻逼！那是你的，妈的，我不计较。嗯，好像有吗？嗯，哈哈哈。现在。终于有人让我打排位，我看他卡在铂金两个赛季了，我很赛的。你在笑？打他！哟！老魏，你们要什么武器？干！问好。
ID 打我拿什么提醒？把冰雪神器。回家阿姨。你不会找不到最后一个人在哪？
门开了也就无人，说实话。滚吧。我又隔离了，为什么？这个刀挺硬的。
地方。Tus quondum nunc de minui nos destinatem matribus nunc fium turpes ora vimus lacrima vimus que sed nemonus consula什么歌呀？问的好。那也会在念经。看得我很迷。
后羿打不过鲁班，万磁笑，也是个笑话。站着换来换去都不会卡的。我把打野单开了，我跟胡子把打野单开了，就，笑死我。这回声让我很难受。
谁？没事，你钱了。还回去给你这都你这
真心要要个铂金的价
我现在毕竟跟他我很差。